发现有一名年约20岁的骆姓男子，身上有多处的刀伤，经送医后不治。那接获医院的通报，那一名的37岁的苏姓男子自行就医，那男子身上有明显的枪伤。那案发后，本分局啊立即封锁现场，成立专案小组，经调阅监视器啊锁定涉案对象，啊立即在7个小时之内啊集体王姓等4名主嫌到案。并持续追缉其他共犯，将相关犯嫌一网打尽。